器械对练26套，共计有58个套路。 功力拳的特点是内外结合，形外实内，刚柔相济，内外兼修。它具有长拳、太极、形意、八卦、罗汉、鹰爪、擒拿等拳种的特长综合而成的一个拳种。功力拳谱上讲，手见手不能走，分筋错骨在里头。 周身相随，人难进，引进落空不丢顶，身似躬身，手似利剑，蓄力拉弓，发力射箭，看正是邪，看邪是正，起横落顺，直进斜用。这是55岁的赵云武在表演功力拳。 这是57岁的郝银锁在表演功力拳中架子中的几个主要动作。这是86岁的胡润芳老拳师在表演功力拳。 由范承德、范杰仁父子表演的功力拳对练小彩破。范承德今年69岁，是我省功力拳老拳师之一。这套对练是12套功力拳对练中的第一套。这是孟海奎、王润生在表演功力拳对练。 这是功力拳中的第3趟踩破对练。